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印度 Flipkart 公司于周三宣布推出一项针对本土夫妻店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在线批发服务。这家沃尔玛旗下的电商平台希望借此在电子商务市场中更好地与亚马逊等竞争对手展开角逐。这项名为 Flipkart Wholesale 的服务也可以作为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使用，目前正在班加罗尔、古鲁格和德里开展服装销售的业务。Flipkart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公司的目标是在第一阶段吸引来自这三个城市的50家品牌商和250家本土制造商，并在今年年底之前将其业务范围拓展到20多个城市中，并涵盖家具、厨房用品以及杂货等品类。今年7月， Flipkart 收购了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在印度的批发服务。Flipkart 是印度在线时装零售领域的主导者，利用其所拥有的客户数据， Flipkart 可以为不同地区的夫妻商店提供符合当地客户使用偏好的精选产品推荐，以帮助其触达更为精细的消费者群体。By going on Amazon Business, all some small businesses are on an equal playing field.